这是第二集的火车，这是那个死的，哎呀，笑的，哎，不要给他，瞪眼怕你嘛，哎呀，哎呀，所以以前都是情侣去玩啊，是，哎呀，都是谈恋爱的地方啊，真的啊，哎呀，你觉得没有错，哎呀，我没有这一段，那你都在念书。我们刚进台里到这边，可以不要，可以不要，这很多回忆。我操，掉过几张？你掉过几张？你坐一个人，通勤车对吧？对啊，上课拢爱坐，对吧？上课阿姨就是赵红台，你那边下外头，他坐那边上课。